这就是正佳广场，广州的正佳广场。这是兔子群。你太逗了，还有小兔子。对对对。咱从这儿进去。哦，这个好看啊。这个灯，花灯。这是正门吧？这应该是。对。这花灯挺好看的，哇，好漂亮。嗯，这设计挺棒的。好大的商场啊，好久没逛这么大的商场，而且关键商场里人特多是吧？嗯，人好多哟。这是打折吗？哦，一折。哦。还一折，这么多人。怪不得。还是便宜，好销售啊。这是广州的正佳广场的一个乐高专卖店，中国元素真的做得很棒。广式点心茶楼。他这个创意真是不错，树和风筝，还有鸟窝是吧？花开富贵，招财进宝。你看那个挂着那个，嗯，好漂亮。装饰盆。哦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好可爱，舞狮的小孩。这是你。好棒啊！这是 AT 千年隼，这个要7000多。太夸张了，这是哈利波特的猫头鹰，哈利波特系列，酷。哈利波特城堡，也有点仿萌啊，是吧？对啊，不知道北京啥样的啊。哦，它就这么一层一层往上转的。反正可能我估计3层以上基本都是吃了。哦，这儿还有个正佳海洋世界，哦，怪不得有。要不怎么有一售票处呢？对对对，你看这个画好酷啊！哦，好酷啊！独角兽，看到了吗？还有哈根达斯呢。美美还有撸猫生活，那咱往上走啊。独角兽这画哈，啊，装饰的真是有年味儿，是吧？来吧，月悬千灯楼。哦，还有这个叫狐狸面具。小朋友好欢乐呀！广州正佳江夏的猫爪烤肉，那挺好吃，那这个还挺火。对，我们吃的这叫猫爪烤肉，好香啊！看它这个，嗯，啊，烤的可香，烤的不错。这是肥牛是吧？啊，这是肥牛。我不吃了。我尝一块。摆个造型真是漂亮，这肉熟了是吧？好的，都没烤那么全熟啊。可以可以，孩子们吃吧，尝一块这牛肉粒，哇，这烤的火候很重要。嗯，烤时间长就老了是吧？这是烤虾滑，嗯，火候虾滑，这虾滑烤的还真香啊。这是香菇吗？烤菇？口蘑。哦，等这口蘑这个里头水烤出来了。虾滑口蘑。等水出来以后就好吃了。